在1970年，有一个电视节目启播，改变了无数人对信仰的看法。权能时间，这个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高兴欢喜。特别播放萧律柏博士的事工，教导新一代，透过神的爱，你的伤痕能够转化成圣光。这个意念就开始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励志电视节目。今日权能时间继续使命，以新的声音启迪新一代。当你信靠神，没什么能够阻挠你。萧伟柏牧师要鼓励你，他的信息能够给你人生有新的视野。无论你的境况是怎样，面对什么障碍，这一小时是你的权能时间。各位朋友早晨，欢迎收看权能时间和你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节目是双语广播，除了英文原声之外，如果你的电视机是有礼音设备，你就能够以广东话收看权能时间。在圣经箴言第29章第18节，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我们为什么而活呢？我们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我们想有成功的人生吗？今天萧伟柏牧师教导我们为真正有意义的事而活。他引用了一句说话，在人生中最惧怕的事不是失败，而是成就了没意义的事。在提摩太后书4章7至8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该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萧伟柏牧师鼓励我们去培养令我们人生有使命的思想，并且在心里面持守这个远大的意象。使徒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努力作工，等候收成的日子。我们无需要时常匆匆忙忙，而是自在地跟随神的步伐。当我们遇上困难，不要埋怨，不要堕入自怜或者是绝望，不要放弃，保持我们美好的品格和诚信，神最终会带领我们达成我们的命定和意象。没有异象，民就放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该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早晨，欢迎教会的家人，多谢你今早和我们一起崇拜。今天我心里面在想，如果你从来未听过神的声音，或者你不确定你有没有听过神的声音，请开始祷告，祈求神向你说话，预留一些安静的时间，静静地去聆听。神好想和你联系，祂好想你认得他的声音。阿门。请拧转身同身边的朋友握手讲：神爱你，我亦都爱你。我哋好开心你今日喺呢一度，好高兴你嚟到。你哋喺呢度真系好啦。我哋相信你会带住喜乐离开呢一度。我哋都知道你将会有好好嘅一星期。我哋开始祈祷，天父，我哋非常感谢你呼召我哋嚟到。我哋爱你神啊！我哋奉耶稣嘅名祈求。每个伤心或者受伤痛的人来到这里，主啊，你会给他们喜乐、力量和新的意象。我们感谢你能够成就的圣灵，求你充满这个地方，以及每位在电视收看的朋友，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
各位请坐。预备听韦柏的讲道之前，请先听上主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至八节的话语。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郑重地劝诫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导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将到，那时人会厌烦健全的教导，以朵发痒，就随心所欲地增添好些教师，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无稽的传说。至于你，凡事要谨慎，忍受苦难，做全福音的工作，尽你的职分。至于我，我已经被交献，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该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教会的家人，让我们开始时思想生命的终点，以致我们活出美好。阿们。Thank you.
so gone. I was searching for strength to hang on till the dawn. In the dark of the night, I had to give up the fight. No fight left in me. I wondered if there could be a second chance for me.黛娜，哇，路黛娜，多谢嚟到啊！路黛娜系一位德国歌星，好出色嘅歌手。佢有一个啊鼓舞人心嘅故事，系充满信心、爱同埋盼望。请同我一齐欢迎路黛娜。非常感谢。好高兴你嚟到呢度啊！你喺每个地方都好受欢迎，你喺德国特别大受欢迎。特别对我哋嘅德国观众嚟讲，我哋嘅德国总干事韩范克亦都喺呢一度。系啊。韩范克，请你挥下手啊！欢迎。我想俾人知道你嘅故事，因为。我覺得呢一個故事咧，對你所唱嘅係大有幫助嘅。首先咧，歌唱係你一生嘅事業，係咪？係啊。
我九岁嗰阵已经开始，我嘅家人全部都系音乐人。我哋曾经到各处唱歌，喺教堂、监狱入面，只要去到邀请嘅地方，我哋都会分享盼望嘅信息嘅。太好啦！你喺基督教家庭长大，所以对你嚟讲咧，唱歌就系侍奉。讲得冇错啊！我一直都好中意，但系后来我人生中发生咗一啲事，改变咗一切。呢件事令我今日嘅信息更加有能力，但系起初嗰阵非常艰难。我患咗饮食紊乱症。只是因为一句关于我人生的说话，因为我在一个了不起的家庭长大，我感到安全被爱，但是我爱上一个男仔在十三四岁那阵时。好，请分享这个故事啊。是什么事你爱上了一个男仔？那之后呢？是啊，我那阵时打手球是很专业的，有一天他看我们打球，所以我尽力做到最好，但是之后他走来我那里，他第一次跟我说话，我很紧张，他说卢黛娜，你是一个很出色的手球运动员，我很好奇你这么肥为什么可以跑。哦，哇，这番说话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发生了什么事？那阵时我明白到父母爱我，他们是我的父母，但是所有其他人都认为你是又肥又丑的女仔，你没有价值，你需要减肥才能够被爱。嗯哼，所以我就照着去做，我在最短时间内减了超过60磅，我再跑不动，我的头发脱落，月事都停了，很痛苦，因为我一直想有自己的家庭。医生跟我说这是不可能。有一天夜晚，当我在最低落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会死。医生跟我说可能在几个星期内。我去了一场音乐会，我父母不想我去，所以我偷偷摸摸经过他们睡房出去。我回家那时已经半夜两点，然后我听到我妈妈在半夜哭。我走近房门听下发生什么事啦。妈妈说我们要为个女儿找棺材，因为我们个女儿会死，但是我爸爸用很响亮而强烈的声线回应，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不会，我们必须为个女儿祈祷，我们的女儿是不会死的。然后他们开始祈祷，我听过不少祈祷，但是这一次是一次希望和绝望并存的祈祷，对经常讲到的那位伟大的神有信心，但是同时亦存有疑惑，这个是最真实的情况。他令到我知道有希望，有一位救主，我只需要打开心门求他帮助，那就可以。我就这样去做，我打开门好像半死的样子，我说妈妈爸爸，我需要你们为我祈祷，我人生再需要耶稣，我想得到医治。那晚改变了我的人生，是个转捩点。今天我完全康复，我想生几多个小朋友都没问题了。哦，太好了。哇，这个是非常鼓舞人心的经历。当然这些也是你刚才唱的歌，你写了这一首一个祷告，对不对？一个祷告是这首歌，是我整个人生，也是我经常唱的，无论我去到哪里，在学校或者是教会。没错，你在这里侍奉了。是啊。对那些为此而挣扎的女仔和女士，你分享了你的故事，你能够体会他们正在经历的，和鼓励他们，我认为这样太好了。是真的。世界各地现在有很多人都在看的，你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呢？可能你可以用德语向我们的瑞士、德国和奥地利的观众分享的。我不知道。我不会用瑞士德文，怪怪地。口音问题，不过我可以讲到。你想我用德文分享？是啊。好啊。或者对着镜头讲啊。Hey, liebe Freunde aus Deutschland und aus Europa, ich will euch einfach sagen, ihr seid unendlich geliebt, ihr seid so wertvoll in Gottes Augen und sucht bei ihm die Antwort auf eure Fragen und er wird euch zeigen, dass es nur einen von euch gibt und dass ihr wertvoll seid. 好，我嘅德语都好好噶，我明白你头先讲嘅嘢噶，但系你亦都可以啊，翻译俾我哋嘅观众听嘅。你的确能够讲德文，我发现到，我好想同你讲，你系蒙爱嘅，不止息嘅爱。有时只是一句说话，一句词语，那个就是真理。如果你在人生中寻找答案，寻求我们的救主，跪低祈祷，作出一个祈祷，就能够改变你的人生。卢黛娜，多谢你到这里，多谢你的分享很宝贵，多谢你，神祝福你。多谢啊。
shame. Afraid that someone knows your secret. Have you ever lost yourself? Consumed by insecurity. Do you ever feel the pain? Betrayed by your own reflection. I know how you feel, 'cause I've been there, yeah.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y you cry and cry yourself to sleep? Have you ever really prayed that weight would lift and drift away? Do you think you've had enough? True love is what you hunger for. I know how you feel, I've been there.天父，我哋转向你，同埋感谢你嘅赐福。我哋感恩你系永在嘅神，每时每刻嚟敬拜你，宣告你嘅美善。主啊，即使喺黑暗嘅光景中，你同在；喺幽谷中，你就喺嗰度。正如我哋分享嘅嘉宾宣告，你永远同在，你嘅美善常在我哋面前。所以主啊，我哋今朝早敬拜你，奉耶稣嘅名祷告，阿门。Listen to your children, listen.
好多謝詩班，好愛你哋同埋欣賞你哋嘅獻唱。朋友請咁樣張開你嘅手，象徵接受，我哋一齊宣讀。我不是我所成就的，我不是我所擁有的，我不是別人所評價的，我是蒙神所愛的兒女，這就是我，沒有人能奪去這身份。我不必憂慮，我不需匆匆忙忙，我信靠我的恩友耶穌，並與世人分享他的愛。多謝各位，請坐。今天我們繼續這個系列信息，人心思量，是根據箴言，因為他心怎樣思量，他為人就是怎樣，或者是因為一個女人怎樣思量，他為人就是怎樣。我們相信神的話語，以及聖經提及關於心意念是真的，是很簡單，你的人生變成你所思想的，你經常思想和專注什麼，就形成你的境況。你不可能有隱藏的想法，因為每一種思維模式都會變成習慣，而這些習慣是會變成環境，這個是定律。我們的思想沉浸住什麼，就會變成我們的實況和性格。因此如果你改變你卑劣的想法，由踐踏別人，見到別人和自己最壞的一面，轉向對準神的話語，你是蒙神所愛的，你是蒙神呼召，將你的思想與耶穌的教導、道德和意象一致，你的人生將會改變。不會一夜之間發生，但是我保證，好像改變一艘船的方向，短暫期間你可能不會察覺到，小小的調校會使你遠離你的目的地，你只是改變一個想法。所以培養美麗的思想，會培養出美麗的人生。培養高尚的思想，會活出高尚人生。培養智慧的思想，會活出豐盛人生。所以要擁有智慧和美善這些好品格，在腦海裡面摒棄所有不是來自天國的思想，放低會讓你陷入消極或者絕望的事，或者只是見到別人和自己最差的一面，或者是你對未來失去信心，不要讓他們在你的心裡面和思想中扎根，而是培養盼望、喜樂、仁愛、憐憫、有目標和有勇氣的思想。阿門。你的人生將會不一樣，你的思想將會變成你的未來。想一想你正在想什麼，你可以見到五年後你會是怎樣的，你的思想成為你的朋友，你的思想和你怎樣去看你的人生會吸引和你思想一致的。你想身邊的人是積極、喜樂、有愛心、善良、富有同情心和恩慈的人嗎？是這樣，你都必須這樣去思想，這個是定律，生命正是這樣。所以不要和你的境況交戰，心裡面仍存有導致這個境況的思想，要開始改變你的思想，你會改變你的世界。阿門。讓我們可以改變的最好想法之一是，不要過度考慮和經常憂慮短暫的現況，而是去培養對人生有使命感的思想，憧憬我們想成為的人。即使我們還未做到，但要在思想中持守這個意象。今天我想講講這個想法，這個是非常屬靈的想法來。我們應該將目光和意象放遠，我們應該要從成全和天國的角度去思想生命，但是不應該總是急於達到我們的命定。我認為一定要在兩者之間取個平衡，要持守人生的使命、夢想和命定，平靜安穩地跟隨神的步伐去到目的地，這才是正確的想法。我覺得現今很多人處於極端，只是專注目標，專注要達到目的，而不知道他們傷害了自己的子女，亦都沒有意識到自己只是忙得筋疲力盡，或者傷害自己的身體，或者沒有好好照顧自己。而有另外一些人對人生沒有真正的意象，他們只是見到現在經常缺乏了長遠的目光。你可能是其中的一類，好像中徐的兩邊極端，但是我認為最完美的想法是思想長遠的目標，讓你在現時處境釋放出來，有遠見，以及讓你人生長遠的意象釋放你，
俾你自由去作你嘅呼召。我另一个解法，要好似个农夫咁。耶稣似乎好中意以农夫嚟到作比喻嘅。农夫系以周期去思想嘅。农夫喺冬天系冇收成嘅，一片荒凉，但系佢就喺呢个时候播种。佢唔会担心佢有冇收成，佢知道冇乜嘢去使到农作物快啲成长嘅。即使佢系咁样做，亦都可能会摧毁或者污染佢嘅农作物，所以佢遵循耕种嘅周期。冬天嘅时候就播种，春天同埋夏天悉心培植，秋天就可以收割啦。因为佢知道佢唔使担心，但系佢都会关注收成嘅。所以咧，佢晨早就起身，喺佢期望达到自己嘅目标之前就播种，期待佢嘅农场大获丰收。同样要学好似农夫咁样思想。想想你人生的未来，现在就向着目标努力工作，等待收割季节的来临。阿们。现在要愿意努力工作，即使可能没有任何的成果。研究证明，在每一种性格上是有迹可寻的。生活各方面取得成功，无论是人际关系、事业或者其他生活层面，即使在困难的时候，仍然是有能力继续下去。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持有那份坚持，重新振作。每次我们面对失败的时候，不会因为面对羞耻而埋怨别人或者是自责，我们不会埋怨任何人，而决定继续努力。我会期待收成的季节，我现在去耕种。如果发生火灾或者水灾，我都会继续耕种，继续悉心培植。我会继续如常活在当前的境况，相信人生的长远的使命和意象，思想长远计划，让你有足够的意志力，坚忍一切阻挠你的小事，甚至是大事。看，我知道你们经历了很多事，我想令到你相信神已经呼召你为更有意义的事而活，比你曾经经历的不幸。别人认识你是因为你得胜的见证，而不是不幸的事。你能够得胜，因为你培养了正向的思维，因为你培养了意象。你想成为怎样的人，你要达到的目的不会埋怨别人，不会落入自怜或者是绝望里面，而是要选择你会以神的步伐向前迈进去目的地。你活在当下，安于现状。即使你还未到达目的地，你将目光专注在目标上面，继续前行。阿们。你将会越过终点线，主会得胜，我相信你。提摩太后书是好好的书信，是保罗写给他的徒弟提摩太这位年轻的牧者。保罗那时已经年老了。哦，我很喜欢保罗。保罗是犹太拉比，是法利赛人，他迫害基督徒，几乎完全信服摩西五经的律法。是啊，出色的教师和知识分子，你可以想象到，即使他是年轻，因为他才学出众，很多人跟随他。现在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曾经做了很多错事，但是怎样成为新造的人呢？即使他仍然是非常传统的犹太人，现在也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跟随拉比耶稣，并且为他而活，教导喜乐爱和得胜等新思想，当然他还有正向思维。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的结尾这样写，他知道要即将被处决和殉道，他囚禁在监狱，是史上最残酷的皇帝之一尼禄皇帝。他知道他很可能就快要死，所以这一封是他给提摩太的最后一封信，知道这一切将会结束。他给提摩太写信，传承他的教导给这位年轻牧者。然后他对提摩太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务要传道。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说得对，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以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人性的展示是什么？
時間將會到嚟，一直都係咁樣。我哋人類好自然會陷入泡沫。而家當你讀到呢一句嘅時候咧，你可能會想到其他人佢哋發揚嘅耳朵想聽嘅説話，冇意識到我哋所處嘅政治泡沫、宗教泡沫、國家泡沫、文化泡沫，而我哋只係想聽嘅係發揚嘅耳朵想要聽到嘅。渴望知識多過安逸嘅人會變得有智慧，有耳可聽嘅就應當聽。你唔想聽嘅東西係應該聽嘅最好東西嚟，你唔想聽嘅東西有時係你聽到嘅最好東西。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謬的言語，你卻要凡事謹慎，就係咁樣，係思想係咪？保守你嘅想法，要正向嘅思想，忍受苦難，做傳道的功夫，盡你的職份。然後保羅講出呢一篇凄美嘅經文。你可唔可以聽到佢嘅悲傷啊？你聽唔聽到啊？佢話：我已經被驕電，已經被驕電了。係咩意思啊？佢可能已經遭受過折磨。我離世的時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你想成為保羅嗎？當你越過終點線嘅時候，你想唔想講出呢啲説話？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他亦都會將冠冕賜給你。看看保羅總是將目光專注在賞賜上面，而他的賞賜是尊榮神的一生。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上面都傳講神的道，他保持住信仰，從不放棄。他走過了終點，在那裡他可能流血傷痛，在監獄裡面即將死於暴君之下，但他認真對提摩太說：不要放棄我兒，不要放棄我兒，你完成得好好，不要好像其他人一樣，你越過終點，你越過終點。神給了你生命一個意象，將眼目專注在這個意象和使命上面，你想不想做到啊？我知道你想的，我知道你想的，你想活出尊榮主的人生，能夠改變別人生命的人生，我為你感到驕傲。所以保羅將目光放在天國和神的寶座上面，那就令我想起了現代烈士詹姆艾洛德在他去世之前講過的說話：以必朽壞的換取不朽的，智者也。阿門。我想成為這類人。是這樣，你為什麼而活呢？你真正的價值觀是什麼呢？你真正關心的是什麼呢？你可能會發現你的價值觀並不是你的想法。我認為作為牧師出席喪禮，令到我更加想作多些貢獻。我主禮很多喪禮都很重要的，是很有意義的，跟誕生一樣重要，是人生最重要的兩個階段，誕生和死亡。想象一下你的喪禮，別人會在那裡講你什麼和你的價值觀。你可能認為你有其他的價值觀，但是你想要別人在你離世的時候講什麼，那個就是你的價值觀，那個就是你應該活著的目標。我相信你會達成。我知道我想讓別人講我什麼，我希望我的子女說他是最好的爸爸，我希望我的子孫說他是最好的爺爺，而我的妻子就說他是最好的丈夫，我們彼此非常相愛，而我的朋友就會說他是個比我所知更加真誠的朋友，這樣才重要。如果我要跟數以萬計的人在千個山頭建立千個教會，但我的子女不愛我，我成就什麼呢？所以我們應該好好活出人生，不是為了喪禮，而是為了復活。當我們從死裡復活，見到神的寶座，我們仰望著耶穌，你充滿喜樂嗎？他是不是會說做得好啊，有良善又忠實的仆人，這樣就是我們應該為之而活的。你活出這樣的人生，你將會擁有最喜樂、最敬虔和精彩的人生。你活在當下，我真的相信你是知道的，所以你為什麼而活是很重要的。看看，我希望你在事業上成功，我想在事工上做得很好。如果你在服侍中，去吧，去侍奉吧。
但系唔好忘记你真正嘅价值观。你真正嘅价值观就系你希望主讲你啲乜嘢，你希望朋友同家人对你讲乜嘢。佢哋会话佢系我生命中有生命力、友善同埋活像基督嘅人。穆迪曾经咁样讲过：，我哋最害怕嘅唔应该系失败，而系成就做咗一啲不必要嘅事情。好多人都被目标推动。但是有时我们忘记了那些目标不是我们的价值观。当我们真的实现这些目标的时候，我们其实成就了没有价值的事。哇，请记住，你有一个成全，每个人都有的。就算你离世之后很久，你的生命仍会在世上产生涟漪，是你世代都不会想象到。我成为父母之后意识到，真正爱你的人会包容你性格上的缺点。他们会的，爱你的人会认为你的性格的缺点不是那么差，因为他们爱你。我不会忘记我的儿子高柏，他很喜欢在雪柜里偷芝士。他这个小朋友当时大约三岁左右，他打开雪柜去找芝士。有一天我很厌烦叫他不要这样做，我在沙发上，然后我拧转身说高柏不好，就好像这样他继续。我见到他的手开始慢慢地拿起一块芝士，我就说不好，然后他就关上雪柜慢慢走开。接着在两天之后，他就问海娜，他说我想要薯片。海娜说现在没有薯片了，他说不是不是。然后海娜当然望住我，我哋冇察觉到，我哋嘅成全唔单止系我哋嘅记忆，亦都系品格。我哋唔单止成全自己嘅好东西，亦都成全唔好嘅东西。因此要完美并唔重要嘅，重要嘅系诚实咁承认自己嘅不完美，同埋喺改善当中。我可以告诉你，做正确的事长远总是好的，特别是我们的说话。有多少次你后悔在怒气的时候所说的说话呢？或者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希望你不要说过什么，或者说大话。不要说大话，他会传回去你自己听。说大话要记得很多细节。当你将目光注视在目标上面，即使你尚未到达目标，你仍然安然接受。即使其他人到达了目标，我向你保证，不要急，你不需要着急的。不是你能够令到自己到达目的地的，是主去成就，所以信靠他，他会引领你去到的。我一直认为，每当我读到耶稣的试探的时候，我总是认为受试探的是心急的人。耶稣饿了，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进食了。大约几日之后，魔鬼就将石头变成面包，现在可以吃了。魔鬼知道终有一日啲人会知道佢系神嘅儿子，佢就话：喂，喺殿顶跳落嚟啦！天使会用手接住你噶，佢哋知道噶，你知唔知啊？你马上会得到噶。但系主知道终有一日，天父要佢坐喺宝座上面。但系当前坐喺宝座上嘅魔鬼对佢话：喂，只要俯伏拜我，我就会俾你一切。我今日就要将一切赐俾你，你唔需要做任何事。喺呢啲情况下，魔鬼都好匆忙，魔鬼都要赶快，因为佢知道自己冇将来。但你不需要匆匆忙忙，你可以掌握时间。天堂是你的家，你不用再去任何地方，以恩典活出人生。所以无论作为教会还是个人，我们的人生要有使命。无论你有几年轻，想一想你的成全。如果你是16岁，你今天正在收看，或者你在这个教会，想一想你有什么想传承，甚至到你年老，一开始你播下对的种子，就会对你的人生有大大的改变。所以我很喜欢这一点，我会用希腊谚语作为结束。社会繁荣是当老年人种下树木，他们知道将不会有机会坐在树荫下。是吧？我们有多少人坐在树荫下，然后说感谢妈妈，感谢爸爸，感谢妈妈，感谢爷爷，感谢导师，
感謝老師，我想成為咁樣嘅人，你呢？嗰啲先至係你真正嘅價值，所以唔好匆忙，唔好扭曲規則。喺你嘅思想裏邊，總要考慮到你嘅成全、生命意象同埋使命。你嘅生命將會繼續走直線，你將會行在又直又窄嘅路上，但係通往永生。阿門。要有盼望，我知道生命是很艰难的，但总会变好。愿主赐福你，保守你，愿主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主向你仰脸，赐你平安。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阿门。请下星期再次收睇肖惠柏牧师要带给你盼望的信息，权能时间。肖惠柏牧师好想听到你的分享，请写信给我们。直至下星期，请记住，让你的盼望而不是伤痛来塑造你的未来。多谢你收看权能时间和对我们的支持。在圣经箴言第29章第18节，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我们为什么而活呢？我们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我们想有成功的人生吗？今天肖惠柏牧师教导我们为真正有意义的事而活。他引用了一句话，在人生中最惧怕的事不是失败，而是成就了没有意义的事。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7至8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该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肖惠柏牧师鼓励我们去培养令我们人生有使命的思想，并且在心里面持守这个远大的意象。使徒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努力作工，等候收成的日子。我们无需要时常匆匆忙忙，而是自在地跟随神的步伐。当我们遇上困难，不要埋怨，不要代入自怜或者是绝望，不要放弃，保持我们美好的品格和诚信。神最终会带领我们达成我们的命定和意象。没有意象，民就放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该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权能时间这个励志电视节目每个星期在无线电视明珠台播放，逢星期六的早上10点钟和星期日的早上8点钟，你亦都可以在网上同步收看 www.hourofpower.org.hk 或者是 MyTVSuper。 多谢你收看，神爱你，下个星期在无线电视明珠台再见。